LPL 夏季赛第八周第五 ,EDG 对阵 V 的比赛中 ,EDG 顺风顺水以2-0赢下了比赛。赛后 ,EDG 的打野选手 Clear Love 接受了采访。采访内容如下 ,Q, 这场比赛是2-0拿下了胜利。我相信在比赛之前诺言包括整个 EDG 都承受着比较大的压力。那诺言觉得这场比赛对你包括对 EDG 有着怎样的意义 ?Clear Love 首先 EDG 之前是6连败吧，然后对队员的心态呀自信心都受到打击，但是我觉得我们队员的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然后他们也是那种越挫越勇的人，他们也是保持了很好的心态，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们为什么能赢下今天比赛的原因。Q, 其实刚才厂长也提到了，就是在之前我们 EDG 是经历了6连败，那我很想知道诺言觉得这个6连败导致的最大原因或者说发生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Clear Love,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队伍之前就是太喜欢打架了，然后就是他们很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所以说在这个偏运或者说偏稳的白本里面，他们那种模式就已经不适合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有就是沟通问题吧，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队伍之前最大的原因。 Q, 其实今天第一局前期 V 的 Pepper 的节奏前期是非常好的，那么面对前期劣势的情况下，当时诺言是和队友怎么沟通的？ Clear Love 当时就是看到了赵信拿了2个人头，然后他出了5速鞋，所以说就是要提醒三条线的队友吗？因为五速鞋这个装备优势的时候是可以从线上过来 gank 的，防也防不住。然后赵信这个英雄打到团战的时候，说实话对我们那个阵容是没有什么威胁的，所以说当时就是一直在想着去发育，然后控资源，做好视野，然后就打团这样子。 Q, 那今天这个比赛拿下来之后，诺言觉得整个队伍的状态来到了多少 ?Clear Love 多少的话，我觉得就 70% 吧。说实话我觉得今天我们队伍的状态就是挺好的啦，然后就改掉了之前很多的毛病，然后也打得很稳，我觉得这个就是最近我们努力训练得到了成果吧。Q,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应该说起来非常的奇妙。因为这个诺言曾经的队友现在是对面这个教练组的监督，那我很想知道当诺言第一时间听到微笑以监督的身份加盟到位的时候，你心里面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Clear Love, 我心里面最大的感受就是首先是他付出肯定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然后就是希望他之后能带领微调整好状态取得好的成绩吧，然后因为当时V 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就他在那个时间段付出的话，我觉得他很有勇气。 Q, 那之前微信在直播的过程中也提到了今天这场对决谁赢了谁要请客吃饭，那今天诺言赢下了比赛，待会准备请我们的高监督吃点什么。 Clear Love, 肯定是他定啊，他想吃什么我就请他吃什么。 Q, 之前诺言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说到自己夏季赛的目标是冠军，如果把这个问题再次问向诺言，夏季赛的目标是什么？你的回答是什么？ Clear Love, 我觉得 EDG 的目标一直以来都是不变的，还是冠军吧。我觉得现在离我们的季后赛还有一定的时间，我觉得我们队伍能把状态调整到最巅峰的时候，